哎呀，我老公啊，真讨厌，又给我买了钻石手镯。妈妈，我想吃那个。那爸爸给你加。来，来，快。什么素质？宝贝，我来了。哎呦，这人还没到齐，怎么就吃上了？早知道呀，是这家子来呀，我就不来了，简直就是掉档次嘛。要不给他们打包一份，让他们回家吃去。算了算了，反正呀，他们估计啊也没吃过这么豪华的餐。哎呀，哪像你呀，可是超霸集团的大主管。琳琳，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？做点小生意，不值一提。小生意？有多小？你该不会是摆地摊的吧？琳琳，这虽说你长得是漂亮，那你这命真是不如我呢。就是这女人啊，找老公就该找我这样的。我说够了啊，这本来就是同事们的一场聚会，你们至于这么贬低别人吗？算了老公，这饭我不想吃了，我们去高级餐厅吃西餐。你说你是超霸集团大主管？对啊，要我给你介绍工作吗？不应该呀、啊、听说你们公司出了一款墨蒙洗衣机清洁液，很好用啊。你们俩要是用的话，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大的味儿吧。我说最近衣服怎么有股怪味儿？你是不是没用那个？哎呀，我这天天忙着做美容做美甲的，哪里有时间嘛。董事长，原来您在这儿啊。这款洗衣机清洁液要不要全面上市？董事长要，当然要，我要让所有人衣服都干净清香。你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这衣服就白洗了。夏天天气热，这洗衣机啊更要常清洁，不然衣服越洗越脏不说，穿在身上还痒痒。这种清洁液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而且它的杀菌率还高达 99.9%， 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闻起来还有股好闻的清香。赶紧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购买吧，错过可就没有了。